听见没？那些舆论啊，那些舆论听见没？那些舆论，想好了再说话啊。给我制造难度。全军出击，致命节奏，洛克萨斯之手，勇往直前。一级学的啥呀？干哈呀？这有病是吧？有病给你治治。这想干啥呀？到底？疾跑不要钱。没有六级，我们永远不上去啊！他十八个刀，我们十一个刀，不是打不还手。你洛克带着致命节奏，你咋跟他对拼呢？确实没法拼。我这把带的多兰盾，点的复苏之风，我就是为了跟他耗。攻速海，永远不要忘记，吾等为何而战。落手打盖伦确实是随便打，确实是随便打。一个不能躲外圈 Q 的一个英雄，你说？
他又能难打到哪里去呢？咱也不知道自己掉半血搁这干啥呢。喜欢卡兵线是吧？可算会点玩了嘛！那我卡上兵线了，回家了。来个铁刺儿鞭，找我呢？勇往直前。没明白回来干啥呢？我也没明白。害嘴呀、啊！啥意思啊？ Double kill. 就一直追呗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恐惧，手腕，一只手。好家伙，又开始卡上兵线了，卡吧。差一点儿啊，那回上来了血。啾啾，他妈戏呀！哎，我死不了！哎呀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记得。
哎，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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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边有落手。我跟你说，你不听，你说。给你拼音了吧？这波打着落手还真就不一定能打得过，你得有大招，没有大招打不过他。太注意啊，我的问题，这落手跑挺快呀，他都开疾跑了是吧？他没开疾跑不能跑那么快，我操，没开疾跑来的挺快呀。王之武，我寻思凯也没有大，这波试试能不能把他杀了。确实不应该上，这波就应该直接就打。我们来一波。来军带兵是吧？切！我哥喜欢救人，那就把你杀了吧。真有钱呢。谁 A 了一下果子？好像谁 A 了一下果子？我们的功绩将塑造未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杀个死哥！忠于自己的。哟吼！闪现！切！摇闪斗，给我上！绝不动摇！回家无敌了。九级想找我刚一下，九级我没打过。我们持续伤害太低，
你就两个技能，一个六秒，一个六秒。他可以一直 A， 他有显著，我们没有，所以你就得打爆发才能打得过。全技能肯定能打过，要没有大，打的还是费点劲。干啥呢？这半天，妈中路不守一下子吗？我们拆上路二塔，你这波回去二塔也没，所以我们就只能用二塔来换二塔。我操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队友回防的有点慢，高地差点没。正义与我同在。上路拆完，去下路拆。我切！他妈西！先刷卡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保家卫国。把下路一塔拆了，三十秒小龙。我能一直转几小时。哎，减速，使劲追！你们打龙啊？不是你们那半天干啥呢？别着急啊，卡莎出来了。把这里挡一下，算了。没有一个能救得了，我们偷一个，这边偷一个，看看谁过来打蓝，一套把他秒了。没有人打蓝，我们就把他打了。下路这俩可以杀。OK， 下路双 C。先杀卡莎，把减速，切！吓人呢！没有贴膜吗？
来个破剑，出个紫炎之力，或者是出个黑切也行，出个紫炎之力吧。这死哥打人挺疼的，整个大魔抗。这回再追我就溜了。攻了，没有人出来，我看这小兵是不可能走了，在塔下待了。死哥可以杀呀，你追呀，你追。
死哥喜欢回头抠，什么回头抠？我去！这么喜欢回头抠？谁跑得慢谁就死。小龙不是小龙啊，打个红。那女警挺可怜的，我说就死了。这个红给他了，换个鞋。我们去把家里边的红放。上路直接一波，我们的勇气绝对直接给我套红惩戒，我可以走，你不知道能不能走啊。我是可以走的，但不知道你能不能走了呢。喜欢收塔，我这没想上呢。往哪走？我去！这么细，给大得了，给大。先撤一招，快跑！该我了，我去！飞我！小龙，保家卫国。
一排3.0。一排。